唯有出路。冇啦，我就冇谂办法啦。我真系你知我嘅脾性咧，我就真系最捻讨厌咧，等啊，困捻住用唔捻到，我又真系好捻难搞。咁啊，我同我屋企人有 discrepancy， 佢哋又要入去嘅维园，咁但系我冇捻理由喺度戆鸠鸠企喺度做直播噶嘛。咁我一定要影翻啲外围嘅地方。咁我即刻就翻翻出嚟啊。咁我就唔捻收维园啦吓，同埋收去交人头啊。依一嘢我交俾其他啲人做啊。即系点都好啊。即系我上次见到有八九几万人走活。民陣都有得80万，咁我俾咩人人頭佢啫？咁我冇乜嘢可以講啊！咁我走翻翻出嚟啊，英皇道。OK， 總理而家你知緊我咩位置，我就唔撚喐噶啦，我就企喺依一個位置，你就嗱臨喺地鐵供上嚟天后站近依一個嘅維多利亞酒店，係啦，依度維多利亞，你應該帶到你個爆個房噶啦，我就應該喺依個對開嘅電車路度等你嘅總理。OK。咁我就唔撚喺入去塞入去維園啦，屌咁樣搞法啦，我今日6点都出唔撚到嚟，咁啊冇撚搞喎，啊 OK， 我而家喺依度，咁啊依度咧亦都有陸續咧喺英皇道依條咧都封鳩咗噶啦，大家都你好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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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啊，多謝，唔好下氣努力，好，小心小心，好加油加油啊，小心啲，好彩有你，多謝多謝。我唔知道會唔會撞到你。我喺依度入翻，今次我喺依邊就翻翻過嚟。嗱，上次我喺中環啱啱翻轉頭。係咯係咯，我就係啊，上咗西灣我又撞你，哎呀，今日終於撞你。多謝多謝，好，好新年快樂啊 ！OK OK， 好，多謝多謝。啊，咁啊，而家大家都睇到啦，咁啊，依度咧陸續咧，即係大家都入唔撚到去咧，喺依邊嘅方向咧就已經行緊嚟啦。咁依邊咧仍然係有行車嘅，英皇道依邊咧仍然係有行車嘅。OK。咁啊，塞咗依邊嘅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啊 ，OK， 咁我就約咗個董理就喺天后依邊就等啦。咁啊，我啊可能有密集恐懼症啊，即係我一見到人多地方，我會黐線嘅。咁啊，沿途好多嘅人咧都啊有依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旗啦。咁啊，亦都有英國旗啦，咁啊，亦有美國旗啦，咁啊，大家去睇得到啦。咁啊，好多唔同嘅旗幟咧，都一直揚出嚟，咁啊，又有多一支香港嘅光復香港旗啊喺後邊。OK， 咁已經塞撚到去黃隱噶啦。其實因為黃隱嗰度，你睇大家傾依個 Queen's 出邊已經係好乸多人噶。全部人嚟噶啦。咁啊，今日咧應該咧，我睇坐底都100万人噶啦。即係如果以咁啊，依個時間已經去到咁嘅情況咧，坐底100万人。咁如果今晚嘅人流咧仍然係咁樣情況咧，我相信起碼要去到7-8点咧，至行到去中環啦。而家已經3点啦。OK， 咁啊，啱啱咧聽到咧啲途人咧就屌鳩，依間喺Western Union 側邊嘅依間嘅油喺依英皇道側邊嘅依一間嘅藥房，咁啊依間藥房咧就係男人個閪嘅，咁啊就有手足咧入去想買口罩，佢竟然唔肯賣俾人，話唔肯賣走口罩俾人哋參加遊行。咁啊，大家知喺度唔肯使幫襯佢噶啦嚇，依一間，屌你老母，出面嘛標撚曬賣偉哥藥噶，屌你老尾，即係啲壯陽藥嗰個撚屌冚家產，啊依一間嘅藥房可以唔肯使幫襯佢。好啊，唔該曬阿 Pete， 咁啊總理知道到個位置啊。佢頭先咧10分鐘前咧，佢喺油塘站，我諗佢而家應該喺北角左右啦，應該係佢轉咗我喺個地方度等緊阿總理啦。咁啊，暫時呢度信號都仍然良好嘅，咁啊仍然咧做直播係唔叻嘅，唔窒嘅，
咁啊，我相信啊，總理如果喺嗰個位置天后排隊排出嚟咧，都要起碼六七分鐘啊。咁啊，亦都嚇有媽咪帶埋小朋友出嚟遊行啦。OK。咁啊，頭先我都見撚咗有好多老人家嘅排緊隊入去，咁啊，老人家啲都係傳統嘅遊行分子啦，咁當時多數佢都係會入翻圍園度出翻翻嚟，好撚多。OK， 咁啊，啱啱亦都見撚到阿方展博喺圍園外圍咧，就啱啱撞撚到佢，咁我唯有哎呀，我抌低我老婆啊，交俾阿方展博同埋阿花木蘭俾阿方展博佢睇撚住，佢 join 緊咗方展博嘅 group， 我知。喂，你好，你好，新年快樂啊！我女儿死都要入去交人头，咁我冇咁办法啦。如果我要交人头咧，我即系我今日啲电啊 data 就会冇够晒噶啦，因为太耐啦，会喺嗰个位置。咁我而家等埋阿总理，我就向前行。你好，你好。咁啊，今日其實咧，如果出嚟行一個天氣都 OK 嘅，蘇花未有落雨，蘇花未有落雨。咁啊，如果行咧個身都爽嘅。咁我今日著件短袖啫。咁啊，最好嘅裝束行咧就係一件薄嘅風褸啦，嚇黑色嘅 T 恤啦。咁我覺得已經 OK 啦。好啊！大家新年快贺啦！我见到阿 Cat 都喺度啊。OK， 好多年轻人啦。咁啊，希望今日咧，大家都小心啦。我 predict 就系会到夜晚嘅时间咧，就应该会差佬好似出嚟做嘢，咁但系差佬就好似上一次嘅遊行一樣啊，一早就已經喺等咗主要嘅道路裏邊咧 set 等咗嚇啲車啊駐守一啲唔同嘅街口啊，咁已經係一個布袋嘅陣營喺前頭噶啦，即係佢等你去到個終點地區。咁啊，同時之間咧，我相信佢一定會利用黨鐵咧係調兵。你好，你好，利用黨鐵係調兵啦，同埋喺黨鐵嘅唔同嘅出口裏邊突然啊走出嚟嘅。咁我諗呢個佢嘅策略係冇變嘅，暫時未見到頭殼頂上面出現直升機，暫時未見到頭殼頂出現直升機嚇。咁我相信我而家就近喺呢一個嘅龍尾嘅位置啦。啊 ，Cat 啊，新年快樂啊 ，Cat 嚇。咁啊，龍尾嘅位置啦。咁啊，而後邊龍尾喺呢一個嘅英皇道啊。一直都有人係加入嚟嘅，一直都有人加入嚟嘅，係。咁啊，而家 Vancouver 嘅老友咧，佢哋應該就係近 countdown 嘅時間啦。Vancouver 西岸咧，而家就係十一點零鐘嚇，就快到 countdown 嘅位置啦。咁如果有 Vancouver 嘅朋友咧，咁你都可以將我條 link share 翻去 group。或者海外的網友都是 share 條 link 翻去海外嘅 group 裏邊，等多啲人知道香港人咧喺依一個嘅元旦咧嚇、啊，元旦日唔玩嚇，唔、啊、狂歡嚇，唔、啊、會做一啲嘅leisure 啊聯誼嘅嘢，全部齊心喺走出去香港嘅大小街道裏邊咧，同大家講嘅新年快樂，同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即、就、係、是、我哋嘅拜年嘅方式就係咁啊！我希望年初一咧都有擠咁嘅嘢玩下咧，咁就 OK 啊。咁啊，沿途而家咧，大家都見得到啦，個尾咧塞到去而家英皇道收翻翻轉頭咧，開始唔喐啦。頭先都係好喐噶，咁而家已經係塞咗喺翻天后嗰度。頭先係一直去行緊前面嘅，但係而家似乎前面已經係停咗唔喐，即係後邊嘅人再出翻嚟咧。其實換句話講咧，成條英皇道。近依一個以前百樂戲院嘅方向咧，都會停咗喺度啊！我哋當然有愛啦，依位網友啊 ，Leo， 我哋嘅愛係愛香港啊嘛。如果我哋唔愛香港，我哋點可以係走出嚟咧？即係我哋唔愛香港人，我哋點解會走出嚟啊？缺乏愛嘅，用之於暴力嘅，就係警察。
始終要和解，在我的預見裏面要和解的是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地方的這一個位置的人，他沒有愛是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即如果揸住權力的人不懂得 step down， 不懂得去後退回一步，跟香港人釋出善意和夾硬之，是沒有辦法解決現今的問題。如果香港繼續而又持續下去呢，個暴力一定會升級，而我絕對相信呢，即係會有一啲嘅休班警察呢，就到佢哋會離奇弊命㗎喇。即係為咗你哋嘅福祉，做警察嘅最好就退出警隊啦，因為 otherwise 呢，即係我相信呢，絕對有呢一樣嘢會發生。因為你諗下件事，就係你一直係咁打人，你一直係咁拉人，係咪？即係琴日有單喺太子嘅，有個小朋友在街派 Visa 面具，派面具是一個很撚合法，我看不到，不過他什麼啦，就是我看不到他有任何違法的事，差人就走去追究他，追撚到他走撚咗去出面馬路跟一個嘅電單車係相撞，係嘛？咁啊搞到一個輕微的意外出咗嚟，好彩死冇撚死到人。咁啊點解要搞撚到咁呢？咁啊，總理，如果你而家仲睇緊我嘅直播嘅，你話俾我聽，話俾阿鬼仔 Pit 聽，你喺邊度？阿鬼仔 Pit， 你幫我問一問啊，總理喺邊度？係，你幫我問啊，阿總理去緊到邊度？我而家仲喺天后等緊佢，喺 text group 話翻俾我聽啊，唔該。好啦，塞翻塞，即系塞捻住出唔捻到嚟啦！我去前面边度睇下。好啦，后边咧仍然有陆续有人系加入紧嘅，系陆续喺度上紧嚟嘅。唔該阿 P， 唔該阿 P。好啊，有消防車出沒。屌啊！升唔穩係咪有啲有亂鳩咁暴火警？屌，特登整喺度更加問題麻煩。冇錯，堅持先有希望。今日咧，你見到元旦日大家放棄啊，即係食瞓屌啊、飲宴啊、狂歡啊，而走出嚟咧，仍然用自己嘅腳咧行出嚟咧，係一個好令人感動嘅一件事嚟。即係依扎人係全部往識經濟圈嘅支持嘅分子啊！即係我可以講一句，即係。只要大家肯堅持咧，實踐依一個嘅黃色經濟圈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屌喺度尾，藍絲一定驚喺度腳震。喂，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大家都乜嘢都要睇啲，咁你又唔可以話淨係睇我嘅，咁大家有唔同嘅風格。咁我有啲位置我走唔穩到好似佢哋咁前啊嘛，譬如你琴日高登，我覺得要讚揚啊高登啊。昨天他們呢衝了下去這個的會展，不是 sorry 這個的hello hello hello 這個藍絲的這樣的東西，公展會林鄭走了公展會閉幕，我屌他老母。那高登是有記者下去呢屌鳩他的，那我覺得是大家即是各司其職啦，始終呢多角度多渠道同埋多方面呢多位置咁樣呢，將今次呢咁多年即係呢半年嘅運動呢唔同嘅方位咁樣記錄咗落嚟呢，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呢啲將來呢就係、是、打贏打輸都好呢，我哋嘅所有真實嘅真相呢會靠 video 呢係流傳落嚟。讀咗咁多年歷史呢，就喺睇咁多歷史書呢，文字真係信唔諗過。
文字真係冇撚辦法啊！即係而家我哋依一代人係好撚幸福，因為我哋有影像記錄到我哋而家嚇發生嘅嘢嚇。咁、我諗依一個係將來嘅歷史嘅真相，或者依場運動帶出嚟嘅前因後果啊，每一件事情發展嘅 detail 都可以靠我哋咁多方面嘅網媒咧，係記錄咗落嚟咧，係將個實相真實切赤裸裸咁樣還原翻出嚟。咁啊喺我哋而家要做嘅嘢就係、正如我 MHK 開台到而家，我都好希望將香港嘅一啲嘅文化歷史啊，或者一啲嘅真實嘅嘢咧，係記錄咗落嚟，啊留俾大家。咁啊，阿黃先生，我啊覺得咧就唔撚使我哋去殺佢嘅，只要我哋做好翻我哋應該啱嘅嘢咧。佢班吳家燦咧有報應啊！即係你睇下，屌到尾喎，吳家燦啊、張華峰啊，知撚到嘅報應幾撚快嚟到啦，係嘛？你睇下運動而家，之前到而家 ，hello， 運動支持到而家，咁吳家燦你啦，屌你到尾啦，何議員乜撚都輸鳩曬，你就知佢幾撚大撚幕啦，係嘛？我都講嗰句啦，希望大家咧，即係支持黃色經濟圈又好，或者大家已經 declare 咗自己係黃店嘅又好，咁你哋即係支持你自己心目嘅店鋪係應該嘅。咁但係大家亦都唔好因為屌咁樣，我話咗我黃啊，自然有人嚟幫襯你，唔係呢樣嘢。黃店亦都係有良心同埋有責任，有佢自己嘅 profession 去做好佢自己嘅生意，做好佢嘅服務，做好佢嘅產品，值得人哋支持。香港今時今日已經到一個地步咧。大財團，譬如美心呢個吳家燦，整個叉燒包出嚟，屌你老味，裏面空心嘅，屌一個兩塊屎，屌你老味叉燒，就叫做叉燒包。咁呢啲係唔撚係良心嘅做產品，但係因為佢哋嘅財力同埋屌你老味，佢哋一早嘅壟斷，令到佢哋可以咁撚樣做生意，而我哋冇 choice。而家既然我哋有一個 preference， 所以有一個 choice， 我哋就應該揀翻一啲咧，我哋共同理念嘅商店而做。而除了是因為共同理念相同之餘，亦都是因為我們要給一個機會，有些真的有良心做好自己的產品。在香港裏面，今時今日97回歸之後，2005年 CIPA 到現在，這麼多大陸自由行整走了我們多老店，整走了我們多多的一些小店街檔，是沒有得做，有多少傳統的手藝傳統的好東西，因為屋租成本是吧，大財團壟斷，而令到我哋香港好多嘅文化冇撚咗，係咪？咁佢哋唔係冇心機做喎，係好撚俾心機做喎。但係個問題係因為佢哋支持唔撚到落去，營運唔撚到玩，揾唔撚到錢，下一代接唔撚到棒啊嘛。咁喺咁嘅情況之下，而家我哋有 preference， 我哋就支持翻佢哋，等佢有機會將一啲嘅手藝或者好嘅嘢流傳落嚟，或者支持一啲有良心或者有實力嘅店鋪，佢哋可以培訓到更加多嘅人咧，係有唔同嘅 profession。是啊，落車一定人山人海的了，但是地鐵呢就一定呢有系統地慢駛的了，這個是必然的事來的。現在呢就有人呢就說，如果現在在英皇道走下來的呢，右邊就攝入去維園，左邊的呢就是銅鑼灣。好啦，咁啊又抖擦出嚟啦。好啊，收到啊 ，Pete。咁啊，黃色經濟圈一定要支持。邱騰華已經三番四次走出嚟咧。你好，收翻三四次出嚟講啊，連黨媒咧走出嚟講咧，即係換句話講，佢哋係驚撚到，驚撚到就拗出來啦。咁呢一樣嘢咧，只要我哋屌到尾玩撚殘嚇，佢哋嗰啲撐建制嘅商店咧。咁其實咧，即係我哋個 opportunity， 我哋嘅實力就繼續再壯大。哦，仲要刪撚咗冷氣焗人呢個冚家產死黨鐵，屌你老味！雖然咧好撚多撚樣咧，即係仲係你好啊，好多你好啊，咁啊，仲有好撚多手足咧，即係都冇撚辦法，有時只係焗撚住要搭地鐵，但係咧盡量你好，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啊！咁啊，盡量咧都我都搭翻多啲的士啊。雖然有啲冚家產的士我成日激撚我爆春袋。
啱啱頭先我想讚我車我嗰個 fans 的士司機咧，咁佢今日咧係一部電話都冇嚇，佢係隨意安去揾到邊度需要人幫手搭車嘅，佢都去邊揾到佢都去車去。啊，佢今日佢同我講，佢話揾幾多都唔係咩問題。咁啊，阿 Pete， 你幫我話俾阿總理聽，我會仍然喺天后站嗰度等佢。我知道佢塞出嚟要啲時間噶啦嚇。咁啊，另外咧，我好希望咧喺海外咧，好撚多香港人開嘅鋪頭咧，都可以做到一個黃色經濟圈出嚟，嚇、啊，即係大家有共同理念啊，再團結埋一齊。温哥華絕對有一班冚家產係藍店嚟嘅，屌嗰班我又叫啲網友咧，遲啲將邊啲係藍店咧就拎曬出嚟，或者黃店可以話翻出嚟。咁好啦，而家已經係塞咗喺出邊呢度喐唔到啦，呢一個地方已經塞死咗啦。後面不覺已經陸續亦都有好多人話，嗰條人龍係未停過嘅，係啊，完全未停過嘅。咁啊，前面都聽到陸續有人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即係嗌翻翻落嚟後邊。我諗如果天空上面咧，如果蘋果或者係其他啲媒體會出啲無人機咧，咁你今日嗰個畫面咧，亦都係非常之震撼啊！一直會由呢一個嘅銅鑼灣啲人龍啊，北角嘅人龍啊，一直去撚到前面。而家我諗相信龍頭咧已經係過撚咗去到灣仔附近啦。我相信佢哋一定過天鵝里啦。有冇人知道？有冇人知道呢一個嘅龍頭去到邊度咧？咁啊，搭翻呢一個 Andy 啦，林狗咧就都要養家嘅，我都好體諒佢。咁啊，林狗亦都屌你老尾，冇得辦法啦。因為狗哥佢加入咗呢個的士司機總會之前，咁啊而家突撚濕咗個頭。咁啊，佢嗰班屌狗賊，我啊盡量同佢會心理輔導噶啦，等個撚樣。咁啊，講真，我亦都要有人喺的總裏邊要知撚到佢哋做啲咩嘢，係咪？啱唔啱啊？咁啊，即係所以咩朋友都要識啲，咁啊，亦都唔撚使啊，個個就只要斷撚曬攬嘅，因為你蘇聯同美國打仗啊，咁兩邊都有一啲嘅暗間渠道，知道大家有啲咩嘢可以傾到嘛，係咪？咁啊，九哥都有好嘅的士司機嗰一面嘅，大家千祈唔好即係嚇戴緊咗有色眼鏡，因為佢喺的總裏邊做嘢。咁啊，最緊要就係仲有九哥喺的總裏邊知撚到佢哋做緊啲咩嘢啊嘛，係咪？咁好啊！我覺得咧，圍院裏邊真係未引喐過。我阿 Pip 阿 Pip， 幫我問一問啊，總理而家塞唔塞到見到到出嚟嘅地方？你好，你好。好，我唞一唞先，我跟緊住揾到阿總理之後咧，我就再恢復直播，因為隻手有少少攰啦。你等一等我啊嚇。咁我有機會同阿九哥講啦，叫佢退會啦嚇。
跟住佢又買咗啲煎，又係好甜喎、啊、啲奶茶。係啊，我哋呢度啊，入唔到去喎。好冇啊！阿總理咧應該都好難出到嚟啦，因為而家都塞得好緊要。佢話總理準備出閘上大堂，咁我好啊，我揾到佢先，我之後再同大家再做直播。